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，如果有这么多的机会，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立豪？各位，今天请所有的投资人把陈立豪的节目从头看到尾，千万不要转台。你看完之后，各位，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选择陈立豪，因为我们是绝对不会造假作弊，而且我们是真的。如有造假作弊，退出股市。各位，如果你看我的电视节目你还赚不到钱，那各位真的台湾股市真的不适合你。我是全国唯一一个老师不会造假、不会作弊、不会欺骗、不会吹牛的。今天我一样把手机的内容从头给你看到尾，另外我把讯息我把它印出来给你看，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为什么大盘跌143点我们还是一样赚大钱。各位，做股票重点在哪里？真心真意在做诚信，不要去造假，不要去作弊。各位，你进入股市的初衷是什么？当你进入股市的第一个观念，一定想在股市里面赚大钱吗？你既然在股市里面想要赚钱，你为什么不赚大一点呢？很多人在股市里面赚一点小钱，高兴到不行。当你在赚一万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已经在赚十万了，你还在高兴。或许你在赚十万，我们已经在赚百万、千万以上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？所以我在今天侧标上我不是写吗？大盘今天跌143点，我们还是赚钱呢、啊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各位今天的节目你就继续看下去就好，好不好？今天有一档股票叫高丽啊。各位，今天短线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哎，我如果各位等一下拿出来，你看我跟我的会员的对话，各位，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是我们今天会员才要买的股票呢，你看看我多大方。各位，你在礼拜三放假，礼拜四放假嘛，对不对？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嘛，对不对？你有看我的电视节目，你只要有打电话进来的人，请你站出来帮我做见证。有很多很多的电话，只要我造假作弊，我就退出股市，这样好不好？各位 OK 吧？我相信没有一个投顾老师敢讲这句话啦，但是我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这档股票高丽，各位，如果你今天敢买，跟着我们一起去买，你赚了28块，做短线而已，你敢吗？而且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哦，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。你记不记得在6月6号那一天，我跟你们说过，对不对？我们买进股票，从六月开始哦，一直到现在，各位，六月快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六月开始到六月快结束了，你自己问你自己，到底赚到什么钱了没有？各位注意看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这个我就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6月6号买的所有的股票，各位，光四星创历史新高，赚了245块，哎，力旺创历史新高赚545块，嘉登创历史新高赚65块，高丽创历史新高赚65块，美食赚19块，东哥赚28块，连放空都赚钱。各位，那这个呢，都已经验证给你看过了嘛，对不对？验证给你看过了，我们就不要再讲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再讲了，因为都已经放口袋了。那各位，我们就来讲一讲，在放假之前我做什么，在放假之前我做什么，还有在放假那一天我送给你什么，到了今天我到底赚了什么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讲在之前的事情嘛，我们不要学其他的投顾老师整天在吹牛比赛，都不要。我们现在我们就用手机来验证，用手机验证完毕之后，你再看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，那你就选择陈立豪就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很简单嘛，各位，365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，365行行行出状元，有些人用利用真的欺骗的手段去赚大钱，各位，这是有违良心啊。但是有些人是真真实实的想帮你赚大钱，那你就要支持他，这个老师就叫陈立豪，听得懂吗？各位来看，我让你看一下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。各位注意看，你看礼拜三，各位注意看哦，6月21号礼拜三哦，你看看我们当初买什么股票，你注意看，来，这里有一档股票叫四星 KY， 我有没有跟你讲？
六月二十一号我不是买四星 KY 吗？跟我当初不是讲了吗？四星 KY 我们买回1770到1790，有没有？我说目标价2300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知道今天报章媒体杂志出来了，今天新闻出来了，你看，我陈立豪讲的话一定会出来了，你放心啦，各位，你看今天的轰天雷哥讯息啊，各位，外资占四星上看2220块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今天6月26号的，啊，各位，啊，我是早就跟你讲了呢，各位，我早就跟你讲了，我印出来给你看，你看。我在六月二十一号有没有？六月二十一号礼拜三，给我就已经跟你讲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各位，我们又买回来了呢，我们又买回啊。那各位买回的价位啊在哪里？你看，六月二十一号买回的价位10:47，各位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而且今天六月二十六号还有一次机会，各位你敢买吗？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各位，让你看他收盘收多少？你看，各位今天收盘收1835块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六月二十一号在买进的1775，到今天你在做短线在抢的，各位你今天赚60块。各位六月二十一号买，或者今天在抢短线，你赚60块。而且各位，我讲的消息出来了，你看。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我不会造假作弊。我当时就跟你讲，六月二十一号我就跟你讲四星的目标，哎，各位2300呢，哎，你看今天外资占四星，有没有？四星 KY 上看2220，你看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啊！而且各位，四星 KY， 哎，真的到现在哈，到现在你看到今天。我们已经赚了多少钱？各位，已经累积了19450块，19450块。今天各位，你就算今天再去买当冲，10张也60万，100张也600万。各位，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员跟我的对话好不好？我陈立豪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的会员这么喜欢我？我不是一直跟你讲过那个第七期从化区有没有？那个台中，各位。他四星 KY， 你知道上个礼拜要放假之前，他布局了，又布局30张，又布局30张，哎，30张到今天你看看，哎，60块的价差，哎，放个假回来他又赚多少钱？又赚了180万，你看，你看看，要赚钱有这么难吗？各位，你看来，各位，6月26号，今天哦，老师找四星可以挂多少买？我今天哦，早上8:49，我当初是跟他讲1760附近哦。另外一个也问我，你看，另外一个也问我今天两个字，老师早安，请问老师四星预挂多少买？我说把早上8:141760到1770，哥你看到了没有？1760到1770呢？哥你看今天最低多少？1765。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过，我陈立豪讲的价位要到多少就到多少，你不相信？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，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，证明给你看了。所以各位，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。所以各位，到今天累积已经19450块的价差，给光你礼拜六月二十一号买货到今天，或你今天去买都一样了，你就赚60块。各位，我有造假作弊吗？啊，今天呢？今天呢？对不对？我有造假作弊吗？我有造假作弊吗？而且各位，我上个礼拜就已经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就已经买了1775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我跟你说会到2300，今天消息出来了，你看上看2220块。对，我跟你说过，我陈立豪是谁啊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，哎，我跟你说到哪里就会到哪里，怎么做就是怎么做。所以我告诉你说，股票不要多，你跟着我做就好。你买什么赚什么，各位有好有这么难吗？各位再给你看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请你把双手借给陈立豪，帮我鼓鼓掌。各位，我相信啊，在这个放假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的投资人一定有去拿每个老师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拿到的股票，今天如果真的你买得到赚得到，真的有
飙上去的，我帮你鼓鼓掌，好不好？但是各位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我在放假之前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所有的老师的股票你都可以拿，你也可以不拿，但是成立好的一定要有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句话？我不是跟你讲，我的股票你是一定要有，因为我的股票一定让你能够买得到、赚得到，真正改变你的生活方式。各位来，我6月21号放假，是不是跟你讲这个？6月21送给全国观众端午节的大礼，有没有？超级粉红钻。好，各位，你看到的其他投顾老师那个股票或许不是真的，好，但是我就点你一下，但是陈立豪的一定是真的。你看，各位，我说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高兴，放着你会超级爽。端午节大礼，超级粉红钻。你一定会说，老师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股票是什么股票啊？你也可以换呢，你也可以换呢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一个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。你看我就知道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很直接啊。哥，你看看我跟我的会员的对话。哎，各位，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哦，真的很善良哦。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跟我们会员是今天一起买的哦，我不会说我们上车之后叫你来抬轿哦，我不是这样哦。各位看，今天两个字，请问老师，电视提的股票是哪一支？各位，高丽，早上8:26，高丽。各位再看一个，再看另外一个，老师，电视上超级粉红钻的股票是哪一支？我一样讲，早上7:31，早上7:31，我一样讲什么？高丽。我不会造假作弊。然后各位，盘开盘了，我本来定300到310块，有没有？我本来定是300到310块，各位，后来我改了，你看，你注意看，各位，我们看看今天，各位，迈入今天两个字。迈入今天两个字，各位，今天两个字哦，你们还在睡觉，我已经在分析行情了。各位，你们还在睡觉，5:27，我已经在分析行情了。各位，你看看来，你再看看各位，第二通早上几点？8:09，已经在分析第二通了。各位，你看刚刚那个有没有？他问我四星挂多少买，我说1760到1770啊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不要讲四星了，各位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会员注意，8996高丽改价315到320，早上9:11，各位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高丽，各位注意看，这档股票，各位今天最低多少？319.5，也就是说，各位如果你真的想去买，在320块附近，你通通买得到。各位买到之后，你看，各位看到了吗？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一路拉就赚了这一点，赚了这一段。各位最高拉到350块，赚这一段。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耶。所以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讲，我的会员问我就是高利啊，我们买股票就是高利啊。各位高利，今天两个字，老师粉红钻是哪一只股票？高利。这个请问老师电视提的哪一只？高利。好，各位来，我们就打开好不好？各位8996高利。各位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啊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，我是一个很真真的老师哦，很真哦，真的哦。跟你遇到陈立豪是你的福气啊。为什么大盘今天跌143点，我们一样赚大钱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股市35年啊，懂吗？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你看看当初6月12号。你看看当初6月12号我不是跟你讲这些股票吗？有没有？不是这个验证是最大诚信吗？各位
当初这边不是讲高利，当初不是也赚了65块吗？当初不是也赚了65块吗？高利啊，6月15号卖掉的嘛，照赚了65块嘛。啊，各位你看哦，结果后来我们又买，今天又买又涨了，又买又涨了，价差28块，10张就好，28万。哥，你敢吗？6月26号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各位，如果你真的，各位28块直接拉，你看，直接拉，直接拉上来，你看。我需要像其他老师整天在造假、作弊、欺骗、吹牛吗？还有很多的小白，还有很多的阿呆，整天都在想着那个哦，我那个涨停板，那个涨停板，那个涨停板，你吃得到吗？你买得到吗？你赚得到吗？为什么这种话术都可以骗到一些白痴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的？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有诈骗集团在台湾可以生存？因为这些诈骗集团就骗你们这些阿呆嘛，骗你们这些小白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我只是为你好，讲出你的心声而已啊。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讲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什么叫验证？什么叫诚信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有时候觉得很难过，真的。因为很多的投资人进入股市为的就是赚大钱，他可是进入股市之后才发现，不是被骗就是赔大钱，赔大钱还没关系，还去卖房子来玩，结果再赔，赔到最后连裤子都脱掉了。跟你需要的是一个真真实实能够帮你赚钱的老师。所以我在电视上常在讲，不要造假，不要作弊，不要欺骗，不要吹牛，如有造假退出股市。你做得到吗？别的老师做得到吗？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真的，各位，就像今天你做短线好了，各位，你看高利，买得到赚得到，各位，28块，各位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就好，28万，各位，我们做3次，这3次很巧，都是赚28块，总共84块，真的，各位，10张就好，今天而已。今天做短线不用本金哦，不用本金哦，你敢吗？四星我也验证给你看，日期都打在上面给你看，6月21号买四星，今天打下来再买四星，各位价差，而且报章媒体杂志出来了，外资上看2220块，给我上个礼拜就讲了，我讲了之后外资今天才讲，给谁比较厉害？当然陈立豪比较厉害啊！我在股市35年为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要请陈立豪当客座教授？他又不是神经病，他又不是阿达，如果我没有，我肚里无墨，如果我真的没不够智慧，如果我在股市里面我真的跟别人真的有，如果都一样的话，他们找我当客座教授干什么？随便找一个阿呆就好了。各位，股市是一门心理学啊，是一门投资学啊，听得懂吗？心理学。所以各位，你要跟谁？再怎么笨也要跟到能够帮你赚大钱的嘛。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啊！一通电话有这么难吗？一通电话有这么难吗？而且各位，那一通电话还真的要打到真的有效哦。如果你只是要股票的，那你来拿陈利豪的，或许今天高利你就赚大钱啊。你如果拿到别的老师的，或者打到要别的老师，搞不好股票你还拿不到，你还买不到。那各位，我是真真实实的呢，我的会员问我都跟他讲了，你看各位，6月26号粉红钻是哪一支啊？就高利啊，这个也是在问啊，请问老师电视上讲的股票是什么？高利啊。各位，我会造假作弊吗？我跟其他老师又不一样，我从来不会造假作弊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真的如果真的跟着陈立豪，真的你这是你的福气。所以我跟你讲各位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高兴，放着你会超级爽啊，爽哎，超级粉红钻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每天在送股票，每天送股票有意义吗？你敢买吗？你会买吗？盘中4.5小时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你在赚一些小钱，你就在高兴。
人家已经在赚百万千万了，这是什么行情啊？这个行情是要赚大钱的命啊，这种行情要赚大钱啊，你赚那个小钱要干嘛啦？哥，你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，让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好吗？哥听得懂吗？你看上个礼拜我也买美食啊，你看上个礼拜我也买美食是赚最少的，但是今天大盘跌143点，我赚9块钱，很厉害了呢。哥你看，哥上个礼拜我不是买吗？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，好，来哥看一下上个礼拜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个会员注意有没有？早上把8478东哥获利，哎，把资金调到哪里？调到美食啊！对，各位，东哥，我们上个礼拜赚28块呢，东哥啊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哎哎，你看，讲到东哥，你看，我们6月20号买东哥565附近呢，结果各位，东哥出到600到610块的603赚28块呢，哎，开玩笑，哎，对不对？东哥又赚28块，换到美食，美食又赚钱了。你看，真的哎，我们把东哥有没有赚钱之后赚的钱移到美食305到309买？你看，各位，你看美食，你看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哦，对不对？最低304.5，收盘308，全部成交。哥，你看今天最高315，这个我跟你随随便便你也赚9块钱，好不好？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买什么赚什么，真的，转到什么股票，什么股票就要涨。我是谁？哎，各位，我讲话这种方式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哦。啊，如果不喜欢，你就迁就一下，因为我是从头到尾在验证啊。但是各位，真正能够赚钱的老师，讲话臭屁一点是 OK， 而且都有验证哦，都有验证哦。啊，如果那个没有验证的，那就不见得是真的哦，知道吗？各位，我会一直做下去，我会一直用诚信来得到你的支持。各位，你在股市是要赚大钱，不要把钱拿来打水漂，打水漂知道吗？不要把钱葬送在股市里面，你要的是赚大钱呢。所以各位，跟着立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哎，全国亲爱的观众，如果我成立好离开这家投顾到别的，我一样可以帮你，听得懂吗？我一样可以帮你，跟我跟成立好就好了，我一样可以帮你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一通电话而已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记不记得利豪当初跟你说什么？300万有机会赚到3000万，很多人当初不相信。你看看我陈利豪从头到尾都在验证，对不对？300万要赚到3000万，难吗？一点都不难啊，你只要跟着利豪就好，我一定要做到给你看。各位，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，你只要你问你自己想不想发大财赚大钱就好，只要你想，各位，困难度交给陈利豪，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各位，还有我的会员想升级的，有没有升级的？跟着我们的尊荣会员特别团队的，各位赶快，真的经过这一次没有机会了。各位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